小鱼都小了，都小了，都小了。哦，拖走啊，拖走。哎呦，落水也好。哦，钻洞钻洞。哇，哇，这里提吃的东西耶。Hello， 老梅西，我是查米，我是龙爷，找苦花的梨子。OK， 这次呢，我们抢在7月1号。鬼门开，没有。我们这次的时候7月1号，然后凌晨3点的时候就准备来排队，目标是苦花。我跟龙爷画这边一样，我们木鸭精神。边走边钓，那梨子这边画是用手竿，等下会有两个熟悉的老朋友会跟我们一起来这边钓。好，那就让我们 Let's go。哦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我们的胖胖胖胖。好久不见！啊，好久不见了，真的好久不见。开放就是从那个啊，就是那个桥往下。这个大家要知道说，老门溪的开放的流域到底是从哪边到哪里？它主要开放目的是为了要清除外来种，不是来带苦花的，是要大家都来把苦花全部带走，由外来种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无锅鱼带回去吃。这边无锅鱼好吃，很干净哦。你的苦花必杀钓族。流签钓组，是的，大家说想要拼大字的都要用流签，对，嗯，因为都要跟虾皮学才是对的。那一样前面就是要绑那个线头，对，啊，一样就是打八字，所以是这边建议都是用18尺就是了。对啊，因为这边蛮开阔的，18尺比，因为流签呢要18尺以上比较好。再就是木印，这个绑就直接这样子。然后跟着母线，嗯，一圈，然后两圈，三圈，哦，我，对，然后拉紧。那习惯是要挂几个木印？我挂3到4个。3到4个。转眼间4个木印都已经打好了。间距大概抓个多长？抓个。大概这样，这个大概15、20公分吧。20公分一个木印。对啊，也有人30公分，看个人了。钓的时候，这个长度，那它是用直线夹还是八字环？都没有。对，直接就有。哦，直接绑上去就是了。因为你如果弄那个八字环的话，你的线本来是直的，那八字环的时候，它可能会线不是整个。一直线下直線哦，啊，有时候在传导的时候，你可能好，我在水中，它可能因为线埋是直的，但是它变歪的，嗯，那鱼如果咬的时候，它不一定会马上哦，啊，尾部的话，我们就大概打2个，两个打个死结吗？对，就打死结就好，打个2-3圈的死结，哎，咬切，哎呦，大概给你用，这个是。这大概比2B、3B 了吧？3B，这应该有到3B 了。咬在那个死结上面就是。对，因为它往下的话会去顶住嘛。再来就是下面的嘛，鱼钩，啊，一样，这个的话就是嗯，跟这些水浅，嗯，不用留太长 ，OK， 稍微短一点，不然你太长了，到时候卡住也是麻烦。它一样也是打那个八字结。一般都双钩，原则上就是上钩跟下钩不要去互相哦，不要影响，就是上钩有点类似像诱饵一样哦。啊，因为大部分鱼的话会都吃比较后面这个，因为后面会这样比较飘哦，所以大部分鱼都是吃后面这一组比较多。了解。好了，这样就绑好了，这样就可以开掉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样就可以开掉。好。所以就丢出去后，然后刀直就对了。应该说你刀直的时候是它顺着流跑的话，你就可以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过去。哦，然后就看空中那个刺花就会往下拖。对。啊，你就这样叼刀着嘛。啊，如果鱼有吃的话，哦，我看到鱼了。哦，有吃，它吃。如果鱼有吃的话，有咯。哦，这只哦还蛮大的呢，哇，就来了，苦花，有了，哦，这只还蛮不错的，哦，
是有点小啊。OK 啦，我看一下底下大概。对，好久没看到这个可爱的嘴巴，苦花，苦花嘴，好久没看到了。但看得到它竟然也吃哎、欸。不是啊，就是在急流里面。哎，这20了，将近20，十几，哦，可以的啦。因为为什么在急流这样钓会比较好？就是因为在急流里面的话，鱼的食物会很快飘走，哦，所以急流的鱼吃饵比较沙。哦，所以难怪那些钓本流，我靠，那个流都超级的，根本就跟钓卷仔差不多。所以那个鱼干嘛是瞬间就是拖下去了，对。你没看我刚才那个沐浴，它就一直走，一直走。有鱼的话，沐浴就会抖一下。哇，有了！哦，大的，哇！我以为很小。哇、哦，粗的，可以。对啊，我以为哇，不大，就强，也是蛮大的、啊。有没有鱼？是不是大部分都吃尾钩？哎，真的哎，这只。对啊，不得了了，这只爆咬啊！鱼会比较躲在稍微深一点，然后在石头下面、石缝里面。所以你就把饵丢到它前面，倒在那里等。流签就是为了要。到那个石缝里面啦、啊。哦。对，因为大只的都埋在石缝里面。今天就叫你苦花师了。不行，现在在网络上又会被人骂。那就略懂苦花的胖达，对。我跟他说苦花新手。对，第一次钓苦花，运气好。爆钓。运气好而已，运气好而已。运气好。哦，有。哇。石兵。哦，这是乱入。乱入了小石兵，石兵在咬的时候就是会一直抖，左右冲。对对对，像刚才那个讯号你看的话，它就是。那边的石兵好像不太一样哎，它的嘴巴怎么好像比较尖啊？不知道，可能小只的吧。好了，它嘴巴好尖，好可爱。放回去。对，好，那换你，你可以钓这个点。好，我往上看。放绷紧，那有点，好像快要卡。哦，再咬。来，再绷紧。在崩顶，哎，来了，哦，直接飞，哇，中了，哇，哎，这是乱入石兵，石兵，乱入的小石兵，这是你的流签，第一只开光鱼，对，哎，很明显哎，其实，对啊，耶，流签开光鱼，小石兵，得吧，对，得吧，吧，又学会一个新的东西了，对。苦花你在哪里？苦花你在哪里？你到底在哪里？哦，什么呢 ？Nope， 石兵。哦啊，终于，超、nope. 啊、小马口一只。哦，大一点的马口。哎，什么？七哥，现在是七哥哦，阔嘴，这应该是阔嘴，意外的朋友，哎、欸，也不错啦，至少我很久没钓到七哥家族的了。好了，拜拜。哦，中了，哇，终于来了，哇，小苦花，哇，等你等了好久了。小苦花一枚 ，Nope， 啊，走了。哇，查米，你真棒！你钓了什么？这个是一只花，可是有点小。哇！哇，大只的，哦，哇，哦，钻洞，哇，新的东西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什么日本猪头鲨？日本猪头鲨？猪头鲨，喷猪头，真的假的？好可爱哦，喜欢吗？只好跟胖达一起喊钓鱼爸了，胖达爸，哎呦。又中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它整个钻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呦，不是一样，秃顶和尚。现在要放生它，毕竟是日本来的朋友啊，日本来的朋友，我们要放生它。
对吧？哦，中中中中中！也是一枝花，对吧？哎呦，木鬼一号！比较大了，对吧？来吧，你咬了，有，这次还捧葱了。哎呦，大！哇，这次有多少？有17公分左右，哎，漂亮！神奇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苦瓜乐园。你看下面，你看到超夸张的，我还有小鱼都小了，都小了。哦，拖走啊，拖走了。哎，我的什么？苦花呢？我的小苦花，好，来，等一下，我要完成我今天的任务。有一点怪怪的。草莓其实有个特色还是什么，就是石花豆，哪家的我不知道，但是就是石花豆，清热解毒，透心凉。排毒了，排毒了。元气有没有 up？ 有，我要，等下杆子拿继续掉。OK， 没有啦，我们要走了啦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带我们石花洞，我们就走喽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哦、喔，记得要喝石花洞哦、喔，拜拜，拜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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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